这变得很黑会外形会很吓人吗？因为台湾是亚热带的气候，在那个北回归线上嘛，那你说在台湾当工人一定不像大陆当工人，大陆当工人可能太阳没有那么大，对不对？那台湾当工人就比较倒霉一点，就晒得比较黑。那你不想变成很黑的人，那也没关系嘛，也没有人强迫你嘛。我只是说，那我在做的事，那我是认为理所当然嘛。那你看到我吓一跳，那你不认为理所当然，那我也没有要打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再说啊，台湾是亚热带的气候嘛，那台湾这个是做工的，因为在太阳那个。这个照电的比较厉害啊，所以这个皮肤自然就会晒得比较黑。你各地都会有劳工啊，你就算是美国也会有劳工啊，对不对？美国也是有人开怪手啊，也是有人盖高楼啊。你这个高楼在盖的时候啊，你有遮太阳的吗？戴个工程帽就暴露在大太阳底下，一直工作一直工作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当工人，我有一个，还是有一些这个理想嘛。比方说，我主张不吃槟榔的劳工，因为台湾的劳工这个吃槟榔的问题严重。你如果叫人家不吃槟榔的话，人家会说你又不是劳工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当工人一定要吃槟榔啊？除非怎么样，你自己也当个劳工，你说你就像我一样嘛，我都可以不吃嘛。所以大家把这个坏习惯戒除掉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比方。你不能说啊，你用政府啊下令全台湾不准卖槟榔哦，那人家会，你会觉得你是这种在高压压迫、啊、不体谅人民。我们当工人的就是要吃槟榔嘛，不行，所以你要自己当工人，然后自己做个不吃槟榔的工人，人家才会服你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我们当工人可以当得这么干净，这是个比方吗？那还有就是台湾的劳工啊，我说了嘛，占的比例其实很多嘛。那你如果不是劳工的人，把劳工当成另外一种人，我说了，包括那些异交啊，不是有些太太啊身上贴个异交啊，或是一些摩托车的黑手啊，那也是劳工嘛。你会觉得看到他们觉得，哎呦，真是苦命人。那你的罪恶也不小，因为你就会把这个分成是说他们是一种人，这个我们是一种人，对不对？台湾被你分裂掉，那我这一段就是两个主题。第一个，这我黑黑的、啊、把你吓到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因为台湾是个这个亚热带的气候，我们在北回归线上，那我做这种事啊，做这种工作的一定会晒得比较黑嘛，那我还跟你道个歉呢，不好意思哈，我帮你吓了一会儿。那第二个就是，你如果把这个劳工啊，不管是这个义交啊，是街上义交阿姨姐姐，或你要叫她欧巴桑，这么没礼貌也是随便你啊。当成或是那个摩托车的黑手啊，甚至清马路的人啊，当成另外一种人的话，那你可能会有一种好像是分裂台湾这样子。哎，你们是。工人的人是这个另外一种人，我不是，我是这个办公室的人，对，台湾就被你分裂掉了，这两点。
来，我刚说了哪两点？第一点啊，我变黑，我这个我也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，我也不好意思，我跟你道歉。第二点，你把这个做工的当成另外一种人啊，苦命人啊或什么的，那你的心态，我就没办法去控制你了。